哎，这个球啊，当然法尔茂倒是没有问题。 其实跟你，哎呦，刚好，对，这个步点就正好啊。这时候打的就高举高打，就不拿下来就对了。马尔这边又是这种七中六的，运动力不可能不扎实，所以你无球权一定要懂得去调整角度。